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那我今天是第一次来的黑客松，那今天就意外的加入了立法院网络的，对，是电力网络的改造的行列这样子。那今天可以来稍微 live demo 一下刚才我做的事情。对，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把以前的电力网络的盒子，把网络网络讯号送进店里面。那今天我们要把它转成到电话线，那电话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再转成图书电缆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原本只有100公尺限制的电力那个网路线，然后突破100公尺的符合限制，可以达到300或500公尺这样子。我没在电脑上。没在电脑上啊，征求一台电脑。我们刚才一直在外面，就是偷偷的 hardcore， 那就忘了去报最后的那个成果发表这样子。网络盒是85 MB 的盒子，那经过这样改之后，传输的效率可以有35 MB。那之前的那个体验营呢，我们是用200 MB 的电力线盒子，然后网络速度大概也可以到50 MB到60 MB。对对对，这是我姐姐做的。好，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。